上星期六的事吗？上星期六快下班的时候，我通知他们几个人，下班以后都到我办公室里取旗。取旗？红中提出来了，不玩了，就得睡觉，眼疼，打麻将熬夜熬的。红中一走，砍单又提出来了。提什么？先得回家说一声，没出息。我行了行，快去快回，等你啊。他走了，仨人等一个，浪费时间。这时间是金钱的，效率是生命的。你算吧，现在不都提倡这个满负荷麻将法吗？麻将法呀，满负荷工作法，甭管什么法呀，为等他少打了好几圈牌，分秒必争，还算不错。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，我行行回来了啊，甭解释甭解释，快坐快坐，咱们还是老规矩，我先起庄，本封两番，走，五自首，走，8-8-5-1-13，留四两把抓杆，别愣着抓牌呀、啊！这就开仗。呵，那天呢，我手气大壮，是我用的那牌呀、啊。哎，小妖那都有。连着胡，刚打了八圈，砍刀又要回家，又干嘛去？拿钱去。带钱太少，不够输的。你们打麻将还动钱的？废话，这不挂点彩，谁费这功夫？还用说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打麻将本来是一种娱乐活动啊，一动钱就叫赌博。这怎么赌博呢？这是变相储蓄，胡说八道。砍刀要走，我不要走。对，我说哎哎，别走别走，还等你是怎么着？不没钱了吗？好办呢，借你点，咱这财务科呀。那屋那保险柜里头有的是钱。什么钱？就是全厂职工啊，救济灾民那2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。啊，我说先给老砍，拿200，输了再借，有的是。砍那儿，你写个借条，我盖章批准。写这老砍写了吗？写了。写完我一瞧，经借公款200元，这哪行啊？得写上借款理由啊。那理由不是现成的吗？因打麻将输了，起哄是怎么的？这理由能借出钱来吗？那什么理由啊？要充足一点呢。怎么写？怎么写啊？这么写吧，你就说呀、啊，因为你父亲呢大出血，住院开刀，急需用钱。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、啊？你就这么写吧。哎，行了，写完了吧？写完了，好，我盖章生效，盖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怎么着？你这叫挪用公款，先救个急呀、啊！写完了，得，小妖，您这个，打开保险柜，给砍刀拿钱，快去快回啊！我先替你抓牌。好嘞。妖拿借条奔大屋去了。小妖办事最麻利，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。有钱了，行，接着玩。刚立起牌来，那天该着不顺。怎么着？冷不丁的进来一人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抓赌呢。谁呀、啊？我一瞧啊，砍刀的媳妇儿进来就奔砍我砍了啊，揪住他耳朵提了起来了。呵，砍刀他也知道啊，你可真行啊。你这是说瞎话不带眨巴眼的。天津人刚你在家那么说的。这玩意儿贾宝学文件136号文件，你看看借四文件吗？这不136张麻将牌吗？这嘿，这瞎话编的多俏。你拍拍心窝，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？啊，成天在外边打麻将，工资也不交，家务活也不干，孩子的功课你问过吗？我一瞧砍刀的媳妇儿真急了、我得劝劝呢。哎呀，我说砍刀嫂，砍刀嫂，撒手撒手撒手，哎呀，别生气别生气，老砍不对，我批评他。您请坐，喝点水休息休息啊，等这八圈打完了，两口子早点回去吧。啊，还打呀？八圈打完了，天亮了，少给我来这套。哎，老砍，说痛快的吧，怎么着吧？是跟我回家呀，还是跟您科长学？干脆咱一刀两断，最后通牒。要说老砍这人就差点，害怕了，乖乖的跟他媳妇走了。走了？走了走了。好啊啊，别玩了。什么？别玩了。不玩啊？不玩哪行啊？那三缺一不够使啊！想法子我得凑一个。这黑更半夜的找谁去？找谁呀、啊？哎，
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那儿呢。老刘头啊，老刘头啊，白天不上班，天快黑才来呢，这一辆走。哦，老刘头，刘头他会打牌吗？呵，那是老麻将了，从解放前就打呀。那时候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，听说他还有个日本名字，叫什么呀？叫对倒三六条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就找老刘头。嗯，我找他去。哎哎，老刘头，老刘头，什么事？一块玩两把，玩不玩？哎，好，这就去。答应来了。说着话拉门进来了。嗯，谢谢谢谢谢谢三位，谢谢三位。怎么还谢谢？我说老刘头，你坐的砍刀那位子吧。啊，咱可来真的啊。你腰里一共带多少钱呢？我没钱。没钱。没钱。哦，没带钱啊。好吧，借你点。蒙进来着看。来着看。等一打上麻将我才知道。怎么着？他是甭带钱的。嗯，我们仨人不是他个儿。没打四圈，仨人的钱全让他赢去了。我说进门就道谢呢。太老刘头得意呀。嗯啊，一边玩着牌还气人。嗯，气人呢。是他唱着气我们。唱什么呀？都输吧都输吧，你们仨人都输。东芝广告。他这一唱啊，我这手气全让他给唱没了。眼瞅着这把牌，呵，太好了，这是满贯的牌啊，就差一张糊不了。差什么牌？差一八万，让小妖买呀。你们不有暗号吗？给他暗号了。嗯，连着给暗号。是啊，他不理我。哎，我气，呵，我拿眼瞪，瞪着干嘛？让他快打那八万。他呢？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，嗯，不好明说。冲我唱上了。唱上。嗯，科长不要拿眼瞪我，八万我从未摸过。那你有什么牌呀？我全是西北风还有东南风。都没用。今天我没辙，我没辙。得，你也服不了了吧。他没辙就得看我自个儿的了。我呀，我来个自摸。这招怎么样？嗯，哎呀，不是，还不是，这手气太背了。嗯，再看这张，这张，嗯，我曾经等了很久，这回八万的还没到手，又不是，可我这兜里依然一无所有，输光了。我恨我的手太臭，是够臭。我恨那刘老头。你恨人家干嘛？为了把钱捞回来，我跟他拼一宿，要玩命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找一个烟卷头。抽上烟头了，先省着点过吧。是。就在这功夫，梆梆梆，有人敲门。又谁？进来俩民警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。这回是真抓赌来了。不光是抓赌啊，嗯，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就知道了。啊，我跑到那屋一瞧啊，哎呦，可要我亲命！怎么了？那保险柜里头除了砍刀写那借条，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。什么时候丢的？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，收发室又没人呢。这个小偷翻墙进屋，打开了保险柜。保险柜没锁，能不锁吗？刚才小妖取钱的锁的是结结实实的，锁上就开不开呀。锁是锁了啊，钥匙忘在上头了，跟没锁一样。这怎么办呢？你说你可是财务科长啊，聚众赌博又挪用公款，这是犯法。就是啊，我拿着这借条啊，我仔细这么一看，嗯，嘿嘿嘿，我又乐了。乐什么呀？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啊，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。怎么没你的事？你批的条子。谁说的？有证据上面你盖了章了。当时一忙活，我盖的不是图章，盖的什么呀？白板。